也多给他一个眼神。好，刚刚举手这位，接下来慢慢看右手边。好，很想看这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真的是好，来看右手边啊。哎呦，但是今天一看到你就是焕然一新，是不是随性又非常的有幸？对，而且刚才在广告里面，你带了老三，老三 对，他跟你在服饰广告是第一次合作，是第一次合作服饰。我觉得他好有表情哦，因为那个导演就一直说：“天哪，你女儿根本就是本色演出啊！”就是在家，就是根本不用教他说：“哎，你要做事不耐烦哦，你要觉得妈妈怎么都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”然后我说导演，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跟他讲，因为他平常就是这样。所以导演就说：“哎，这个表情好。”然后只是看一下，我说：“哎，这我每天都在看啊。”我很喜欢穿那种 oversize 的，会反而显瘦。然后这件呢是有男版跟女版的。然后本来想说：“哎，干脆就也拿一件男版的送我老公好了。”可是你也知道我老公怎么样，他只穿 Uniqlo 的黑色紧身衣。结果衣柜一打开就是 Aries。就 A 到底这样，所以我拿这个给他，因为想说这次松我怎么穿？不会，我告诉你，我穿这个去金钟奖，可能都会获得第一枚。真的，真的，因为你知道金钟奖很多人老套，喜欢露奶啊，露什么大腿啊之类的。你这样看，我一出场就是摄影师们一定会这样，翻拍，想说哇，他真的很特别，而且他这么时尚，完全不输其他那些大牌子。至于S 的自信来自于哪？其他这些大牌子将会太过分了。Uniqlo 敢看前段 ？Uniqlo 也是大牌子。我说的是，你知道，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是，我懂，我懂。他们一定也都懂。对对对对。黑莱斯在哪里啊？对。什么森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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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。他听懂中文吗？他听得来一般。那就旁边有人脱翻译给他。不要搞翻译，不要翻译。就说他。我跟我老公如果走进 Uniqlo， 大概要差不多5小时才可以出得去。是不是？我就说有一种魔力，你看不管缺不缺衣服，只要经过 Uniqlo， 你就自动就绕进来。对，因为而且我老公每一件都要试穿。真的。快被他粉死了。真的很好啊，这个两个夫妻哈还可以享受 shopping 的乐趣啦，真的真的。刚才跟 S 聊到现在啊，我本来一直还这一题是他们说一定要问嘛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问啦，就是可以如何在这个这样的生活这么多重身份之下，一直保持快乐跟自信的状态。我们这个你应该被问过很多次了，很多次。可是讲真的，就是你要活得不在乎其他人。当然是你该爱的人还是要爱你的家人啊，你妈孩子什么的，这些你爱的人你要 care 他们，是就 care 他们就好。其他那些就是比如说网络上的人啊，会讲一些什么有的没的的，或是你真的不是很 care 的人呢，你就不用在乎他们的言论。你也不需要把自己变成他们希望你变成的样子，是为了他们活。对，比如说我现在44岁了，就会有44岁的长相。你44岁其实32了。谢谢谢谢。所以真的，我真的就是想问问说，刚刚你讲的说不要活在人家的目光之中。对。但是这个心境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磨练吧。我都是一直这样教育我的小孩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这种生活的精神完全跟 Uniqlo 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。就是我们就是要过得轻松简约，但是又要有品味。对。所以我觉得 Uniqlo 就是我会那么喜欢，就是因为它跟我的生活哲学其实非常像。太好了，从里到外，连穿着都要拥有自己生活的风格跟个性。哎，我连内裤都是 Uniqlo 的。我刚讲过了。真的吗？我是说我的。我的也是啊。你们有出那个小花系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吗？那个我买好多件哦。对啊，但是因为就我讲，就是售出不能退，所以我们今天不方便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我是可以啊。那待久，梦有。啊！听说你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跟 Uniqlo 的合作？接下来呢，这算是一个秘密计划。还会有3位品牌好友。名字不能说，名字不能说，可以讲几位。三位品牌好友。对，还会有跟他们合作，很创新，而且你们想象不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也会拍他们的这个品牌大使的广告，然后你又会出现？跟我一起，因为我就是真正的品牌好友，他们就是类品牌好友，所以每一支都是以我为主，然后其他品牌好友就是在旁边就是帮我帮衬一下，你知道吗？
所以就是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，所以 Uniqlo 跟他们其他品牌好友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很难讲，就说，那你们不是主角，但是但是你们是我们的品牌好友，对，但是我们有主要的品牌好友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也不能说你们是类品牌。我倒真的是过刷新我的想法，原来品牌好友还有分主要跟次要的，当然是有啊，当然有了，所以我们。是不是可以除了这件之外，我们还要请 S 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很热爱的单品？当然不行喽！不行了吗？回去可以啦，可以啦！为难工作人员。刚才我们在我们在广告里面看到了，我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，广告款哦，就是这一件，所以这个是休闲西装外套。休闲西装外套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外套真的是百搭。你看，你看，多好看！你看，啊，哟，怎么漂亮啊？不要承认自己。可是已经打招呼，好漂亮啊！真的很好看，跟我本人是差不多。张曼玉，你看，你看，哇塞！哎，里面换一个，换一个从衬衫变 T 恤，你看我气质有多好！真的，只推荐的日常单品哦，来哦，左手边，中间，右手边，哎，衣柜，今天衣柜是公开，两秒钟。一秒钟，谢谢。来，麦克风，还是没都有了哈，都有了哈，有看到，有看到，好，来，正拍，干嘛抢摄影师？正拍，没有，多拍几张，你明明就很早来，干嘛假装不想拍我、啊？没有，他知道你今天来了，特别早。我每次活动的话都是前两个小时就来抢位置，因为我们还在拍自己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大哥。你干嘛那么早来、啊？他说没有啊，就要找到好位置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家也是排队那么久。你跟他抢到抢 C 位耶、欸！这么多年才可以坐在这个位置。你最好照片出来一定要漂亮。椅背上还贴他的名字。真的，我觉得你是哪一条线？我看怪的，因为我看认识你太久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OK， 那当然了，今天哦，既然是生日快乐，怎么能不切蛋糕呢？一定要！对对对，今天我们要特别要请工作人员带出我们的蛋糕，十二周年生日快乐！你不要给我那个认真的表情啊！应该是不可以的，很失望是吧？觉得他们生气吗？嗯，不会这么快生气，大概两秒钟之后，他开始已经在找卫生纸了，这样。好，我们二一 ，Uniqlo 十二周年再拍，生日快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收个刀子，来，我们往前面